识货之人拣 Sammy 拣嘢正啊！好啦，哎，又嚟啦，嘢、啊！喂喂喂，我有新嘢。哇，系啊，头先我都想见到呢副嘢。哒哒哒哒哒。喂，唔好戴咁低啊，戴高少少啦，好似咸湿阿伯咁样噶。唔系，系要戴低嘅呢个。哇，成 set 哇，你有我齐晒。成箱喎、啊。咦？嗱，赐俾你啦。哇！咦，阿郑眼镜啊，以前阿郑嗰个就系、是、诶、我哋都系我哋赐俾佢嘅，诶而家嚟赐俾你啦。我赐俾你嘢食嗰人咧就系可以戴呢个嘅。O K， 靓唔靓？你有冇你冇心近视噶？我都 O K 嘅，因为而家戴完之后咧，就算我冇近视都睇唔到嘢嘅。咁你咪要闻嗰张纸啦，嗰张纸你要闻住。因为讲紧呢副眼镜咧，其实系好黑嘅，即系阿郑以前副眼镜咯，其实睇唔到嘢噶。哦，系啊，太黑啦。咦 ，Marco 获得啲边？大哥赐我啲咩啊？咩嚟嘅呢个？呢个衬你，呢个衬你，岩买噶，跟埋个胡须噶，好衬你呢个真，好污糟啊呢啲嘢啊！喂，淘宝系咁啊，未卖咯，未卖噶，所以你叫我戴翻上眼，你都傻啊！有咁远掹咁远啊！我呢啲尘污糟，喂，我搞噶啦，十蚊你咁上下啦，我要眯埋眼，我要眯埋眼先咩？我讲紧呢啲眼镜好容易啲 size 唔啱嘅，因为佢拉埋啲须噶嘛。而家 Marco 系啱啱好眼同埋个嘴喎，眼镜带位，佢仲咧佢向前耷啊，啲须嘅位啦。你我先讲先，边个做趣系戴嗰个 ？OK， 边个醒目咧戴呢个？呢个醒目噶嘛？系啊，醒目戴呢个系啦，蠢就戴嗰个，系啊，呢个匿我呢个咧匿名戴呢个，匿名戴呢个 ，OK 好啊，系啊，姑妈系咪戴？系。姑妈，姑妈好大机会喎、哦。姑妈带你呢个嘅，姑妈带呢个嘅。O、okay, K， 好，好，我哋试一试啦。食少少扮代表。对住佢。好似你，我真系话你好似你，即系佢唔未到嘅时候咧，我都唔讲我自己咁醒目，你一戴咗。我知道我買啱啦，得得得得得。喂，可唔可以送條眼鏡帶俾我啊？好，自己戴好啲啊，冇錯啊。佢跌啊！你冇戴頂帽就得噶啦，個頂帽咩事啊？你有頭髮噶啦。我想揾頂帽管住佢啊！唔使啊，唔使啊。我想佢包住喺後邊啊。好啱啊！佢仲因為劈須啊。嚟啦，快啲啊！嚟啦嚟啦。好啊。比較難嘅。唔難喎。唔難。啲咬嘅感覺似只係餅乾類喎。又系，系咪啊？系饼干类，等等等等，饼干类嘅，系咩饼干咧？似系嗰啲又唔系黑力架饼，似系消化饼，但系冇消化饼香麦香味，系、消化饼嗰啲，消化饼嗰啲质地嚟嘅。消化饼嗰啲质地叫咩咧？消化饼，但系唔系消化饼质地，但系又冇牛油味，但所以亦都唔系 shortbread，、所以佢嗰个应该系。饼干，搞错咁简单，无赖到啦，一直试讲讲。喂，咁大佬唔系想点啊？麦维沙咁样啊？佢觉得佢啲轮上系废嘅，你做个饼干。你要记住，爱迪生揾到巫师之前都系不断错嘅，所以唔系废，系 by elimination， 系 try and error。好，呢个你啦。OK， 好，我希望唔会摆错第二个位啊，因为呢副眼镜有少少影响到。冇嘢入过，冇嘢入过，好惨啊！摆咗原来冇嘢入过，我睇唔到，哎呀，好惨！我真系唔知你点样生仔，以为有，唔系啦，原来冇，原来冇，望擘大只眼好唔好啊？你 OK 嚟，佢真系几千度近视喎？咦？点啊？唔同咧，第二样嘢嚟嘅，因为试紧有芝士喎、哦，系咩？咸嘅，甜系 cream 嚟嘅，夹心饼。哎呀，嗱、类似，因为都系两样嘢加埋嘅，即系有馅料，系啦，有饼，但系又唔系夹心饼、哦。嗯，佢揸条金链啊，而家有条水喉通水喉咁粗嘅金链啊，系啦，就可以显示翻佢哒哒哒哒哒嘅威力。你嗰条咩用啊？呢条，啊，死啦！我都醒目咗啊！呢个仲系咯，死啦！唔系夹心饼啊？唔系夹心饼，但系佢都系有馅料嘅。好嚟，
好，最后一个中定西式嘢嚟噶？西式，西式芝士饼，唔系。好估啊？冇啊？系咩啊？今日试嘅系芝士挞。哎呀！你剛才不是說那些餅底牛油味嗎？就是類似，就是你焗那些餅底，是啊，餅底，你給我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開始給我餅底，那些餅底就好像那些，因為如果有時候人家做芝士餅，做那些tiramisu那些，就用那些消化餅的嘛，類似那些，是啊，是啊，所以這個就是，哦，芝士。即其實佢蛋撻咁樣，不過唔係蛋。喂，呢個芝士撻嗰陣時真係好 hit。喂，你喂未攞出嚟做乜嘢？做乜嘢啊？你癲咗佢攞個新嘢出嚟，你咪癲咗啊？咩事啊？佢冇啲新嘅嘢未出爐，佢冇啲攞出嚟，跟住佢四圍摸又做賊噶嘛？唯一唔係叫你偷嘢嚟做乜啫？你戴翻自己眼鏡啦。唔係戴上面，你戴咗呢個先。點戴上面啊？聰明仔喎，咦？真係睇得清楚喎、啊！喂，這個、呢一個咧，呢個芝士塔咧，嗰陣時真係好 hit 嘅喎。係啊，好耐冇食啦。我去到日本啊，都要排隊啊。而家誒嗰陣時咯，嗰陣時係啊。而家嗰陣時候淨 hit 到嚟香港嗰時候排隊排得幾勁啊！係啊，同埋嗰個係講緊你限買嘅。係啊，我嗰時限買，你唔好諗住我要買一兜，好似嗰陣限買六個到嘅啫。哦，所以我而家自己睇翻咧，而家望翻呢一個咧，有少少悲痛嘅感覺。哦，你諗下。即係佢嗰陣時候曾經即係紅極一時，風魔時係咯，係啊，而家已經冇人再中意佢啦。佢睇到自己啊！喂，唔好高攀，唔係唔好高舉喎。我未曾經紅過一次，係啊，未曾紅過一次，未曾紅過一次。你太抬舉我啦，誒，咪高高舉我，咪先講咗，咪唔好抬舉我。咁 sad， 你知佢又。又喊啊！諗翻起，對住只塔流眼淚。曾經何時都有人排隊揾我啊？不過你冇話喎，我真係嘅喎。我諗翻，如果你咁講咧，我都有時都會諗翻起嘅喎。曾經何時都開心過㗎、啊。我曾經試過 B 圖式俾人追㗎。係咩？係啊。不過都好短時間啦，香港的係咁噶啦，太快啦啲嘢。我而家同一個芝士塔一樣，唉，真係冇，真係好唏噓。咪就係有個味道 OK 咯，紀念嗰陣。唔係你唔覺得好悲痛咩？有時你經過啲鋪頭，佢仲賣芝士塔或者芝士塔出名嗰啲咧，咁你就已經過。佢副眼鏡，佢跌眼鏡，真係跌眼鏡，仲係。咁就已經悲痛啦，但我覺得更悲痛唔係嗰啲賣芝士塔嗰啲鋪頭而家冇人排隊，係。更悲痛是呢些芝士塔已經在屋村裏面的餅鋪就得賣啦。係啊，嗰陣時候你就覺得哇，即係等於你見到我有一日在屋村的樂天樂天大酒樓，係裏邊入去同大家獻場，係夢叉叉，我時常夢叉叉嘅時候，夢叉叉咁喺度唱兒歌，咁、啊、你就知嗰種仲要即係著條斗領邊嘅泳衣，然之後係啊，跟住之後夢叉，跟住介紹。仲有我的拍檔，係啊 ，Marco， 咁 Marco 最唱用呢個裝束型，唱曬裝啦，唱尹光嘅歌，唱一係唱尹光嘅歌，佢 Island Side 嘅 rappe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唱一隻歌你聽下，荷里活，晏啲先，即係。有一種悲痛，就係、是、你見到呢啲好紅極一時嘅唔再紅啦、嗯。我想問啦，係今日有冇啲有啲新嘢？唔通真係可以再令到呢個芝士塔翻生？有機會嘅，因為呢一樣嘢係今日嘅新貨係奶黃麻薯芝士塔。哇！我覺得咧就係、是、因為如果芝士塔係日本嘅話咧，麻薯就我覺得係都比較容易理解就係、是、台灣啊、嗯、或者日本嗰啲啦，跟住之後奶黃就中式啦，我覺得係多國嘅菜堆埋一齊。奶咩、嗯、奶黃麻薯芝士塔奶黃麻薯芝士塔芝士外國啦，係、嗯、啊，哇塞真係喎幾樣嘢加埋一齊喎，但係呢一個塔個樣真係幾唔好好、啊、喎。真系你个感觉唔你，我觉得系似系咩？落多咗好多黄糖嘅豆腐花，系即系落审过多咗嘅黄糖嘅豆腐花。塔咧，佢个四方形好似唔系好啱 feel。系咯，塔咧从来都系圆形或者椭圆，系就觉得啱数。咦，系喎，都系好少四方塔，系啊，真系。系咯，四方塔好少。呢样嘢咪就系首先视觉俾一个冲击大家先咯。即系大家
一如以往都是圆形或者椭圆形，咁一个正方形嚟。咩料啊？你个部长咁多嗰啲咩理论嚟？佢呢几日都系咁样。俾视觉嘅冲击，点解咁样衰啊？系咪啲视觉嘅冲击嚟啊？点解碟嘢炒埋一碟烂稀巴烂嘅咧？呢啲视觉嘅冲击嚟。黐线咩？嗱，系咪啊？你觉得点？所以我哋洞房前先要落妆就咁解啦。视觉嘅冲击嚟，日出前若恋爱终结。黐线，边条关啊？边条有出事？你个边条关系啊？你唔明啊？你唔明啊？你唔明啊？我真系唔明啊！最尾球，我真系唔明啊！最尾球，系啊！啊！視覺衝擊真係好核突啦個樣啊！有冇啲刀刀叉叉？俾個羹我，因為我又唔想。唔係個四方塔咧，好似好難食到佢噶嘛。你圓形咧，你揾個邊咧可以吸到落。係啊，四方形真係搞唔掂。我而家個感覺好似食月餅咁咯。係啊，形月餅係。係啊，就方形月餅咁啊，切開佢咯，唯有。哇！個芝士哇！麻啊！嗰啲系麻薯啊，系啊，有麻薯啊嘛，奶下边去到个底嗰度咧，嗰啲麻薯咧系烟韧嚟嘅，系白色咁样噶，跟住之后咧，俾碟佢，系啊，系咁崩坏啊嗰嚿嘢，系咁喺度，系啊，剥落啊，跟住表层咧就好似嗰啲挞皮啦，然之后下边咧白色咧好似啲棉花糖咁，入边咧溶出嚟嗰啲系芝士应该系嘛？咁奶黄去咗边啊？sorry， 应该系奶黄啦，芝士喺頂，系咪最面系芝士？系啦，中間奶黃，最底黃色啲奶黃啦，應該，跟住白色就麻薯。哇，試下先。哇哇，一飽口，奶黃嘅味先出。哦，跟住然之後咧，令到啲芝士味有啲酸。芝士係酸嘅。跟住然之後咧，麻薯咧有啲咬口。哇，好複雜啊！好似一系唔食，一食食咗成家人咁样啊！一家大细齐晒喺里面啊！咁残忍，系啊，系咁嗰家衰人嚟啊嘛，抵食嘅系啊，嗰家都唔系人嘅，嗰一家饼嚟嘅啊！哇，即好似三个唔同嘅饼摆落个嘴一齐，系啊！哇，好得意喎！但系奶黄，奶黄夹芝士好唔好嘅先？嗱，个奶黄味咧唔系好出嘅，系，但系咧个芝士味咧就变咗酸啦，而个麻薯亦都系有趣嘅，哇，个麻薯咧个软韧程度咧系嚼咗好耐嘅香口胶，哦，咁硬，我中意食喎，香唔香？哇，佢连拍两嚿喎，系喎，好少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吓，都话噶啦，呢个唔系一系就好唔好食嘅啫，一佢最唔好食佢会食晒，唔系，得意，得意啊，得意。因为它的味道是可以的，因为它的奶黄和個芝士呢，虽然令到芝士有少少酸，因为奶黄太甜了，太浓了，但是呢它出奇地令到個芝士的、個芝士味变了质，反但是都不讨厌，而最重要的是它有麻薯的感觉、我很喜欢麻薯那种半 Q 弹的感觉，它又不 是,、即不是真的 Q 弹，它也不扯住，有少少黏黏地，好得，加上外表的松脆，我会加分。哦，即系个开头听到个名咧，觉得嗰件事好唔对路。系啊，加埋个样都唔得，个样个四方塔。系啊，样都唔得。四方塔系啊，有咩啊？有咩视觉嘅冲击？系啊，但系摆落口度，将所有之前所有嘅唔好嘅感觉全部抹晒。所以真系原来真系反底喎，俾佢。系啊，佢反得到啊。加分，嚟加分啦！好，嗱、先讲一讲先。嗱，原本旧嗰只芝士挞咧就系$10嘅，咁你觉得呢一个新嘅视觉冲击、奶黄麻薯芝士挞系几多钱？$15，哇！系咪香港做嘅？两个都是香港做的饼铺嚟嘅，香港系啦，因为咧讲少少啦，呢个饼可唔可以 repeat 佢戴电眼镜嗰啲系咁点啊？因为太难啦，望住即刻，你可唔可以望住个镜头？原来咧，你望到镜头嘅时候，你喺个眼镜里边见到定眼系啊。嗱，我讲紧呢副眼镜点解会跌咧，系射出嚟噶，佢唔系跌咁简单，因为佢夹硬掹阔咗之后咧，一耷低咧，但射出嚟嘅。好啦，咁唔好再戴啦。好啦，佢睇唔到嘢噶，系啊，唔紧要，我埋啲睇得 OK。嗱，两个咧都系。
兩個都是香港餅鋪出的，而講緊四方形試過衝擊嗰個咧，就係、是、特別啲，因為佢係要新鮮烘焙嘅，即係有工，即係你知麵包鋪有啲咧係有嗰啲誒，擺一年先至再係咯，再烘嘅，我以前擺十年八載嘛，有邊個當個小朋友十八歲攞身份證嗰日升翻出嚟、啊？我修改翻少少，即係有麵包鋪有啲烘焙嘅地方，即係現場俾你睇到烘焙。哦，即係佢唔係包裝嘅，唔係包裝嘅就即刻焗出嚟咯，咁樣咯，所以就唔係度度有咯呢只。$10，今次呢个视觉冲击好抵食啊！哇，几只啊？呢个系$13嘅啫。哇 ，OK 喎，真系喎，因为佢味道真系几好，几得意啊！你可以真系试下，我就咁等等呢，我都忍，即系忍唔住食多一嚿。其实系食一嚿就已经好够，好甜嘅系。但系我中意佢麻薯嗰个质地啊，同埋嗰个报章你自己试麻薯嗰个质地，同埋嗰个奶黄嘅香味，同埋芝士，可以话系将香港人最中意嗰几只味可以一次过摆晒落去。而麻薯系有新惊喜嘅，系嘛？部长。好好味，我自己好啱我自己口味，因為我都中意麻薯嘅。而嗰個芝士攤咧，因為狗，唔係關你咩事？點解你無端又食嘢？佢又話過你，次次都講過好多次，攞嘢入嚟食。我本身我好中意麻薯啊，之後口感咧，我覺得好又係一樣，食完就再俾你嘅意見。阿部長。都講過噶咯，都好似係咯，因為我要咧，你有鋪人喎。佢喂，佢做選美個 MC 啊，係一隻攬嗰啲佳麗咧。嗱，呢一隻靚女咧，我都好喜歡嘅。佢依個又高高大大，佢要冠軍啊，要冠軍啊，又卡哇伊啊，我好喜歡呢只女仔嘅。你 MC 就 MC 咯，因為要監控個品質啊嘛，忍唔住食嗰啲，又食完又可以又俾意見啦。佢真係好中意俾意見。因為其實咧，我好中意食嘢，我每次試真嘢咧，我啲人放工先慢慢食，翻緊工搞我哋啊，撈嘢啊真係。係啊，係啊，好啦。诶，呢个就估唔到真系啊！系新嘢嚟噶，新嘢嚟嘅，即系嗰间饼铺系嗰啲连锁噶，连锁饼铺佢最近推出的。我估唔到，系连锁饼铺都有街品啊，系好少可啊！我通常食亲嗰啲连锁饼铺都搞唔掂，仲要比哇，即系平咁多添，啲日数歪咗。咩咩喺边啊？我哋好崩坏啊！成件事，喂，阿姑妈快啲翻嚟，好呢、這个世界好乱，好乱啊！香港好乱啊！香港好乱啊！顶我啊！唔够喉，仲想听《中霸王》？快啲上881903.com 听翻节目重温，《中霸王》。